这个山得费劲啊。队伍一进到树林里，我们就先跟连长商量商量，让同志们先休息，我们几个一起研究一下。该死的山把我们搞得喘不过气儿来了。看来你老了，哈基大叔。不，我的孩子，仗不打完，哈基大叔是不会老的。还远吗？不远了，我们爬过这个山头就到村子了。哎，同志们休息会儿吧，这双鞋净给我找麻烦。你累了？不，不累。你呢？不累。我看你累了。我们到了。
包围村子，越快越好。进行一次闪电式扫荡。阿里先生，阿里先生，如果前方没有任何阻碍的话，就继续深入。同志们，消灭法西斯，自由属于人民。博亚叫我来向你报告，敌人正在向摩拉斯方向移动。人数多吗？多。同志们怎么样？乡亲们怎么样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。同志们，去干掉他们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。好，等一等，同志们，我们另外有战斗任务，你忘了吗？对对，我同意。不过，他们就在我们鼻子底下，我想不能为了小的丢了大的。明天纳粹匪徒肯定会进入我们的埋伏圈，如果让他们活着过去，那我们不成了废物了，李贵儿。村游击队必须准备好，明天到达埋伏地点。好，李贵儿，我们还要继续前进。郭丽，这些小伙子编到你的小队里，你们跟他去。李贵儿，这一带地方你很熟悉，这是个重要的任务，你一定要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啊。我们一起去，我们一起去报仇。叫布亚到前面去。出发！赶紧，你带一个班在后面掩护，往右边走。我留在后面。好的。去叫布亚来。是。嗯，我行啊。还有你，同志们休息休息休息。你们就在这个林子里警戒。不要点火。伯爹，
算了，要吗？不，这条路真难走啊。是啊。分吧。怎么分呢？分吧分吧。李果来，有什么大家一块吃。来来来，同志们，苏乐，给你，给他们。你太舒服了吧，当心别抓破了。我抓我的碍你什么事儿？你要是痒痒你也抓嘛。刚才闯到村里来的那些个德国鬼子一定是先头部队，他们来侦查一下，好让机械化部队顺利通过。那我们就插到他们的后面去。就是这条路，我们就在两座桥那儿等他们，等他们车一过去就炸桥，这时候他们车都在桥这边，这样德国鬼子就没法后退了。对极了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转移的路。我们的主要打击力量应该集中在他们的前头，阻止他们前进，用最猛烈的火力揍他们，即使有德国鬼子逃出去，我们还可以切断他们的去路。就这样决定。参谋部通知我们，有支德国机械化部队和突击队要在本月26日以前到达这个地方。纳粹匪徒的目的就是想从我们部队的背后出去。敌人的大部队已经被击溃了，完全垮了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支德国军队困在这里，狠狠地打。天这么冷，我们可不能睡着啊。
公路上有敌人，得想办法过去，最好去侦查下小路，必须天亮以前赶到，才能伏击敌人的机械化部队。要不要到村子里去通知民兵队伍？对对，你带个老乡到吉尔吉山沟去，福德和大善去罗古当位，博雅你去斯纳德沟可以罗美守在路边。嗯，好，立刻出发。同志们要避开巡逻队，不要去碰他。直到现在没有发现游击队。听着汉斯，我们的军队又前进了，有情况就发信号弹，叫通讯兵来报告。悄悄地把他们干掉吧。要是个圈套呢？别忘了我们的任务。看了吧，弗雷。嗯。路堵住了。哼，看来纳粹没有睡觉。同志们商量一下。那天晚上啊，我们朝小路摸着敌人的岗哨，谁知道那个时候空军已经不还在那睡大觉了。不知道，同志们。队长来了。队长，政委，坐坐。好，大家坐下吧。好，请
走。歇过来了吧？歇过来了。路太难走了，队长。没进山沟以前还好，一进山沟，路更难走了。我这双鞋真不争气。那就把它脱了吧，还等什么？没有鞋，你可以走得轻松些。好了，我才不在乎呢。我是光着脚长大的，等打好了仗，我去买一卡车鞋来送给同志们穿。天就要亮了。靠拢点，同志们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已经深入到敌人的占领区了。敌人冬天的攻势遭到惨败以后，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向我军进攻。但是我民族解放军正在进行反击，也同样要把纳粹蠢猪的第二次进犯打得落花流水。同志们，党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，我们的游击大队正在进行战斗，并已经击溃了敌人的主力部队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阻击敌人机械化部队对大队的进攻。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德国兵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政委同志。我们要战斗，不惜一切，甚至鲜血和生命。我们就到埋伏地点，进入阵地。现在我们要克服一个困难，所有的小路都被敌人占领了。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爬陡壁过去。这个陡壁连野山羊也过不去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过去，这是唯一的路。好，同志们，哪个先去啊？我先去。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拿着这个。站内，郭司令，我们先走。
费迪，费迪，拉着。国里还没有从老乡那儿回来，伯雅哟，注意我们的行动要和连的行动配合好。是队长，现在进入阵地。是，等一等，告诉苏洛埋伏在这个山上。是，凤队，你和阿兹木一起到两座桥那儿去放炸药。过陡壁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怕。得了，小心别丢了。谢谢谢谢。走，现在就去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们穿过公路。时间很紧了，藏那边好，那边有树挡着，导火线从树当中穿过去。嗯，好地方，全在我们火雷网内。站里，子弹有多少？给我们的一袋子还在着呢。嗯，够吗？少了点。今天要用很多，丹尼，拿着吧。你用什么呢？我还有啊，给你拿着。
现在敌人该出动了吧？你们听见了吗？好像是风声。这烟不错嘛。行行，你抽吧抽吧抽吧，不用付钱，我们吃喝从来就没花过钱。这就是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剩下的同盟德。可我们要在这儿建立秩序，我们的军队曾像闪电一样进入巴黎。那些法国人，我的少校，都吓傻了。你听我说，几个月以来我就在这个国家，我总是提心吊胆，他们简直不像普通人，像个幽灵。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鬼的存在。不要太夸张了，他们怎么会对付得了元首的军队呢？你会理解的，他们跟俾斯麦讲的完全相反。你可以把他们关在铁桶里，而一下子他们又奇迹般的不见了。我们没办法知道在哪里集中我们的力量，不知道我们会从哪个方向受到袭击。还没扫荡好一个地带，他们又重新进攻了。我不得不相信在这里他们是从地里钻出来。我会叫阿尔巴尼亚人在德国士兵面前发抖。欢迎你们。少校先生，桥头有个可疑的情况。
来两辆摩托车。哼，儿童游戏。把它扒开。他们要干什么啊？可能闻到味儿了。要是摩托车回来，那可就要小心脑袋了。危险不在这儿，危险在这儿呢。亲爱的，在这周围仔细搜索一下。还是等一等，听队长指挥。没什么。这一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。拉开各车距离，继续前进。各自各位，在阿尔巴尼亚得铁十字勋章很难，坟上的十字架倒是很容易得到的，连送葬的也没有。
队长第一个开枪。对对。撤退，到河边去。撤退，你应该到前面去的。夜莺，夜莺，我们被困住了，等候增援。
林子那边有老乡们打，他们来了吗？来了，老乡们已经把污水沟那边占领了，都打响了。他们来的正是时候啊。山顶上有一挺游击队的机枪，下面山谷那个方向是他们的阵地，你们必须拿下这个山顶，在小山丘那边，看清楚吗？要朝到他们背后去。向山上开火，给我守着的，把手榴弹给我。迂回包围。敌人企图把我们切开，把山谷小队拉出来，让敌人再进来点。
然后我们就从两个山岗夹攻，切断他们的后路，把他们全部消灭。如果他们再深入，我们就要两面受敌了。马上分手，这些蠢猪！给苏洛，快！停止射击，做好出击的准备。现在进攻。苏洛，什么事？你来干什么？队长叫我来的，给你。苏洛，坚守住阵地，准备出击。消灭法西斯，自由属于人民。苏洛，德国鬼子又在进攻了。我走了，我要送伤员们到村里去。钻出来不少啊，这些个臭猪！打枪！把敌人放进来一些再打。我负伤了，厅长，我离不开，你下去，我留在这儿。你伤口在流血，我不走。你去拿弹药，子弹要打完了。
子弹拿来了。对。全在这儿。你怎么受伤了？擦破了一点皮。得想办法。扎尼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子弹把他的胳膊打断了。哈基大叔和米娇牺牲了。负伤的多吗？有五个。来，我来给你包扎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派你来的，啊？还是你自己来的？我应该来，应该有人送子弹来，同时告诉同志们。我们正在准备出击。我的头成了目标了。不要戴帽子。难道游击队都转移了？一个也见不着。走走，快跟上。有敌人，同志们，走，消灭敌人。德国鬼子增援来了。霍斯内，你快走。小姐，不要，杰尔玛，你们跟我来。鬼子上来小心那挺机枪！该死的！有手榴弹吗？有，给我。你掩护我，注意右侧。
药没炸，去检查一下导火线。我们进攻了，阿兹姆，你带机枪留着。叫摩夫塔压住那辆装甲车的火力。注意，同志们，我一打枪就是进攻的信号。又添了点麻烦，有手榴弹吗？有。子弹快没了。我带来了。千里狗，千里狗，千里狗，阿尔巴尼亚人还没死，绝不容许你们玷污这块土地。为同志们报仇，为夏尼古报仇。你们跑不了了，狗东西。你们想活着出去，办不到，办不到，办不到。
共产党万岁。阿尔巴尼亚万岁。